妈，他到底来不来？中国人常说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就不认识一家人。你他妈消停点，不说话，谁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卖。在中国，哑巴可以买卖的吗？闭嘴。乔治先生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我想您这次逗留江都是为了西澳洲的投资计划，对吧？是的。那么您能告诉我此项计划进展的情况吗？可以啊，顺利。心肝美人儿，来吧，别害羞，你会非常享受。我喜欢看你享受，来吧，亲爱的，你会非常过瘾的。你这个混蛋！臭婊子，装什么清高啊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皇家公主还是贵族淑女？如果我娶你回家是供职来看的吗？你不想付出就能够得到了吗？啊！臭婊子，醒醒吧，别做梦了，别跟我装模作样的。嗯，你干不干？干不干？你回答我，干不干？你可以走了，回头见。速速把资金调出来，要不惜任何代价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梁成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。我可以肯定说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能答应。梁成贝出事以后，这边看起来很平静，我们的计划做得很顺利。梁成贝出事对我们太不利了，看来我必须回去一趟。这也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喂，乔治吗？有个不幸的消息，咱们的计划必须马上改变，我要马上见到你。你能现在简单说说吗？电话里说不清楚。哦，我在这里也不方便。要不我马上去你那儿。好，咱们老闸刚上见。15分钟以后，你在大堂里等，我派车去接你。老炸钢厂，在那里干什么？这儿安静，说话方便。OK。中国女人不化妆还是非常美丽的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一个老家钢厂。哦，不嘛，我也要去啊。No, 我说好你们中国人啊，我知道你们说金屋
藏娇。哦不，我要去嘛。